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公主，欢迎收看林公主爱开箱的频道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带大家来到了三义雅文香草植物观光工厂。三义雅文打造一座香草植会，蔬果品质改良，并兼具休闲、养生、旅游功能的雅文香草植物工厂。它的园区占地2公顷，采用高科技环控 LED 及层架式栽种数百种香草蔬果，让游客体验一趟兼具感性、知性、科技、人文艺术的心灵之旅哦。而园区的范围广泛，种植大量的香草植物，喷雾的香氛步道，充满南洋风味的木质休闲区与石雕喷水池。最吸睛之处呢，莫过于有白色荷兰风车相伴的玫瑰花园，景色缤纷灿烂，还种植了时下最夯的疗愈多肉植物啦，以及令人惊艳的后山玫瑰园，更具精致细腻的巧思伫立其中，仿佛置身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啦。逛完园区呢，可以去逛逛他们的商品贩卖部。雅文的产品呢，有洗卸组、化妆水、防晒、彩妆、身体清洁保养、洗润发乳、造型发品、香水、香膏，很多产品哦，都是用他们的植物香草植物去提炼的。买一千五。好，那这一集我们的香草植物工厂就介绍到这边啦。下一集预告，大家猜猜看我手上这一颗是什么东西呢？讲讲，答案就是柿子啦。我们即将带大家到秋阳九降峰新竹新埔的亲子景点，请不要错过下一期节目咯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帮我订阅、开启小铃铛以及按赞和分享哦。我们下一集见啦，拜拜。